你咋呢？没事，我就看看他那个。感觉人长好看吗？还行吧。那我想要微信呢？你要微信呢？等等。我主要就是看他裤子跟你裤子差不多。要微信你说吧。要也行。那回去再对他呗。行，咱们上后门。一会儿你别给钱啊，那个我给我一起给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少一点料行吗？我坐这儿行吗？你天天都坐这趟车吗？对。你这是回家还是干啥呀？回家。啊，你在这附近上班啊？对，在附近上班。我天天也坐这车回家。嗯，是吗？挺巧的。嗯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那个就在前面那楼。能挣多少钱呀？一个月，我们现在能挣3000多，将近4000。到了，拜拜啊！没事。昨天不高兴了。都给我删除了。啊？都给我删除了呢。删除了。啊。等我有车没？我说没有车，然后他说让我等我有车来找，他得明天再帮我管票，他还能坐那公交。我这有飞脚有电炮，你要不要？干啥呀？嗯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纹了一胳膊俄罗斯？你以为你拿我当 Hello Kitty 呢？啊？我没有啊。啊？我是不是好几天没削你了？没有。你藏我脑门干啥呀？你要大喇叭？你啥时候回家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明天再也不接你下班了。你们同事谁愿欺负你欺负你，就打死你！哎，我不管了。明天真不接我下班。走了。